燕子想喝，有酸乳不是，是纯牛奶。你那住的倒不嘛，还有一个空房间，但是不能住男人。叫花子，你为什么这个表情？等请你对我好一点。纯草名贵，中草药。对对对。嗯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纯牛奶真的好喝，比那个叫什么？这个味道要浓一点。那我住，住什么住？你给我打脚蹬。为啥不能住男人？因为只能住女生。因为我是女生，所以不能住男生，要住一样的。我来跟你一起住。你住我隔壁。不吃米饭，不吃。能收留我吗？可以，你们睡客厅吧。你们所有人来了，你们就全部在客厅里面搭那个地铺。然后我睡房间。你是女生。你给我看一下，给我验证一下你是不是女生。减肥吗？没有减肥，我只是单纯的不想吃米饭。你是窗台，你是窗台那个里面那个咔咔。等会儿咱俩视频给你看。我一个人就在这儿开吧，让大家我们一起验。发视频我不好意思验，我一个人不好意思。有屎。天花板对你来说太大了，你直接睡那个窗台那个卡槽，那不得行。那有啥不得行吗？得行。我鱼才一点了，就一点半了。我还没有找到回家的车呢。刚才我还说一成你，我每次看到你进来，然后一会儿你就走了。刚才说你，然后你就走了。小金，你什么时候来？什么时候来找我？等会儿下班了我就来找你。走，下午跟我钓鱼去。咱们俩要是挨得近，我跟你说，绝对跟你去了。跟你说了，我在马上抽钢筋，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呢？我给你看嘛。哎呦，娃娃机什么的，那是在河边上，晚上没有人，我就得下去偷。你看，看没？那下面，下面没有人，我就要去偷，偷钢筋。白天我也。白天我就在这瞅着。嗯，天气真好，对，对，我们这边气候比较好。嗯，很难的天，对吧？超级难。看蓝蓝的天空。帮你扛，好，可以。在马尔康给我找个活子嘛，就在下面偷钢筋啊！我跟你说了嘛，那偷钢筋啊，这么近，每天咱们俩就你蹲窗那边，我蹲窗这边，咱们俩就把这盯着。晚上的时候他们一走，我们俩就去偷。我给你把风，你来了，我们偷的更多。
你在澳洲？对啊，我在澳洲。兄弟，你该叫这啥子昵称哦，兄弟？真的狗都狗了你，会不会被抓？不会被抓，我很小心的，我特别小心。这衣服有点个性，这是我的围裙，我挺喜欢的。看，还有个兔耳朵，你不操心吗？我才懒得操心你，我连我自己都操心不完，我还操心你。头钢筋吗？对，头钢筋。我知道马鞍有个地方在招人，但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去。那西安，我上次来的时候你又不来。真的在马鞍，我也去来嘛。我们组队，我们偷的更多，我们把风的人也多。我们偷的更多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属于什么，就是，就是在那个，他们有些人需要弄一些东西，然后就网站上面弄一些东西，然后就是单位的那个公众号更新，网站更新什么的，就这些。就做这些，这是属于什么？多媒体运营，我也不知道。直接偷塔吊偷不动，钢筋偷不得，拖走，塔吊偷不动。快点汶川来，你给我寄点车厘子嘛？你汶川没有好朋友，给我寄点车厘子，我要吃汶川的车厘子。违法的事情不干，谁跟你说偷钢筋违法了？人又没有人发现，就不知道有人就不知道就没有人知道你在做违法的事情。25块一斤，我都问了你有没有你的朋友，他们家有没有？你就给姐姐折就行。谈钱，你真的是，过年的时候你跟我抢钱。你就少我一枚现金，你个机灵鬼！抽水泥水泥不值钱吧？水泥有钢筋值钱吗？在那我没有看到有水泥，我们可以偷偷的淘点沙吧，那里面有没有沙可以淘一点？有，对，那你就尽量就在你朋友那儿给我折一箱。你家那个不好吃，我跟你说，阿巴粥的好吃。阿坝粥的好吃，你在说什么？一乘一，咱们要优雅一点，咱们要文雅文明。他不敢，他不敢，还得是我偷偷的给他拉过去，他不敢来现场，他怕着了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受到牵连。你吃过不好吃？吃过呀。我来个烧烧烤，